现在在药房啊，我心想着这一段时间回美国了啊，既然回来了就把疫苗打了，所以说我今天呢就专门把这个流感疫苗和这个新冠的加强针准备给接种了啊，然后在这准备打。毕竟这个回来打进口疫苗还是不要钱嘛，对吧？所以说这种便宜还是不占白不占的啊，流感疫苗年年都有。虽然很多朋友说这东西是智商税，新冠加强针是智商税，我还是那句话，我有的打，你不打那是你的事儿。因为我是一个完全的信任医学党啊，我是完全一个信任人类的科技党啊，所以说我是无所谓的啊，有这种疫苗我是必须得打的，你知道吧？就是我呢已经去做登记完了，所以说啊要这个等一会儿啊，等他到我名字才能打。刚才就是在这儿做的登记啊，然后每一个他这种连锁的这种药房，它都是便利店连锁，还有这个啊注射疫苗啊，这是一体的，这里面全是处方药啊。这个事儿呢最逗的是我妈就跟我说，说这个听说我来打疫苗嘛，我妈突然给我来个电话说这个疫苗啊能不打就还是别打了。我说为什么不打，然后我妈特别逗给我来了一句，这个辉瑞啊摩德纳啊你都不知道，我打完以后啊我感觉身体越来越差了。然后我说哦是吗，我妈说是，我都不敢想象啊，2024年还有这种言论呢。我觉得这就是两代人的差距，我就没吭声嘛，啊，然后完事儿了，我妈就说你都不知道儿子，这个福奇啊，他在接受质询，你现在不知道吗？啊，那个哪个公司高管都说了，你不知道吗？我听我妈给我叨叨两分钟，最后我跟她说了一句，以后少看华人自媒体，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然后我妈又不乐意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今天晚上回去肯定还得再吵一架。就说不一样，你说我妈天天就找着进口药吃，然后但天天还给我灌输这种东西，所以说你看他们那一代人嘛，就活得就很拧吧，你知道吧，活得非常难受啊，就跟我们这代人就不太一样。我们这代人就是相信科学嘛，但也不排除现在我们同年龄段的人他并不相信科学，他依旧相信神学啊，这个都是时有发生的啊。但是我个人在医学这一块，我认为只有医学能救命啊。打的时候还有点意思，因为我之前一直接种的是摩德纳疫苗嘛，但是这里面没有这个摩德纳疫苗，只有辉瑞疫苗。然后我就问他这两种疫苗能不能混打加强针，他说加强针是可以混打的啊，你打辉瑞其实是一样的。然后于是我就打了一个辉瑞的这个加强针的疫苗啊，等于是这个还是没打成摩德纳，但没办法，他这儿没有摩德纳。这个打完出来了啊，因为保险报呢，所以说最终我掏了多少钱呢？0块钱，看到吗？哎，0块钱，一分钱没掏。这个就是地址啊，在奥兰多这一块，我随便路边找了一家就进来打了，啊，也没有说什么排队什么的。很多朋友说你预约了多久？其实我没有预约啊，我就是直接进来就打了，因为所有的美国药房都是可以 walk in 的，只要你有保险，你进来你就说我要打疫苗，然后他就给你做登记，啊，几分钟登记完以后你就坐在那儿等，叫你名字。然后一般来说5到10分钟就能叫到你名字，叫到你名字你就可以打了，然后就 OK 了。但今天打疫苗的时候有个小插曲，就是说我的胳膊呀，就是它一打喷就流血了，你知道吗？就是第一个还好，第二个就是插进去就直接是有血就哗哗流出来了，然后医生就赶紧堵了一会儿，就是等它不流血了然后才好。哎，我说奇怪，我说这肌肉这块地方也没有这个血管啊。医生也说对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但是就是它流了一下然后它就不流了啊，就还好一点啊。啊，顺便再买一点自己需要的东西啊，啊，因为我到时候回去肯定还得用嘛。因为我的这个感冒药啊，包括什么这个退烧药啊，一般来说，包括我平时吃的维 C 啊什么，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带回去的啊，啊，因为省得在国内买了嘛，是吧？哎，他们的药房啊，什么都有卖的，啊，连这个日用品都有卖的，啊，这个非处方药啊、保健品啊这些都有卖的。你看老外这个吃保健品吃的每一个。这个药房都有一溜各种非处方药各种保健品啊，这全有啊，这全有啊，还是挺吓人的，是吧？哎，睡不着啊，还是买两瓶褪黑素吧啊，这个褪黑素还是带回去啊，慢慢吃吧，换一个品牌看看哪样啊。我呀其实一直对人类的科学啊还是有一种迷之自信啊，咱们就是说有问题啊还得那啥，你要这人类寿命大规模的增长啊，这就是靠疫苗，对不对？哎，而且呢越过硬的疫苗它就是越好，
对吧？我是完全不信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能治病的啊，反正这个东西再说了啊，反正我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那很多人说，那你看美国活的也没有说很长嘛，那你美国人他超重率80%是吧，哎，他大胖子都有30-40%呢，那你像咱们亚洲人才多少。所以说啊，其实你说你要单纯论华人，那在美国的平均寿命可是85、82、87都是这样的。你像爱达荷州的华人87岁平均寿命，夏威夷州的差不多能到85岁，即使到纽约这样的地方也有84岁。所以说那你看啊，你要比同种族的话，那肯定还是美国的华人相对来说高一点。所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相信这些东西的。为啥最终决定来打这疫苗呢？主要还是说本来想着是不打了，因为身上本来也有抗体了，得过好几次了，再加上以前就打过，然后后来呢我又看现在好像又反复了，好多人的这个病还挺严重的。因为我知道我的抗体是比较强，因为这几年跟世界都是同步的嘛，然后呢该得什么病该得这个流感一次也没错过，而且我每次得基本上就歇两天好，都没有出现过很严重的情况。但是我一看我这次周边的人好像他们都有点严重，都是爬那就起不来了，又去输液，又去干这个干那个。因为我从来不输液，从来不干这些事，所以说可能我的抗体比较强吧。咱们就是说能接种疫苗啊，还是说啊要稍微接种一下疫苗啊。其实啊每次回来我都得采购一批东西，因为长期嘛我在这边用这边的东西，有很多种东西，你比如说感冒发烧的药我都得采购啊，你比如说这个褪黑素就睡觉的我就得采购啊，很多比如说这个钙片啊，比如说这个维生素都得从这边采购啊，包括很多的什么跌打损伤啊，什么防晒霜啊，都得从这边采购。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你这是不是为了卖呀、啊、这个还真不是为了卖，卖是有另外一条渠道，这个不是为了卖，这个是为了自用。因为每次你回国一旦待很长时间，然后你就得用这些东西，而且有些你还得给亲戚嘛，你像感冒药啊，啊化痰的胸闷的药啊，啊是吧，哎，那很多朋友讲你在国内不会买吗？但是啊没有别的意思啊，纯属就是因为我平时吃的那几种药吧国内也没有，所以说呢你因为你们知道药一般来说你就认准一两个牌子你就一直吃他们家的，就是你如果一换嘛你就会特别不习惯，所以说那就没办法嘛，对吧。然后我就一直就是吃这个那么几个牌子，然后那几个牌子呢国内又买不到，那就只能那样了。比如说你像膏药，我妈就一直用日本的一个牌子，那就每次去日本就得给她买那个膏药，那这个就没办法嘛，因为这个是人生活上的习惯嘛，对吧，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她就用那个膏药好使，他就用别的膏药，他不好使，那你说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啊，没有别的意思啊，我真纯属怕朋友们多想，啊，今天就是啊回来顺便这个打个疫苗，然后呢，在这个多买点这个睡觉的药啊，这个便秘的啊，是吧？哎，这都得买，因为你这东西没用，但是你要放到那儿，万一谁是吧？哎，想用了，给点啊，就有一种与人为乐的快感嘛，是吧？哎，行吧。这期呢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我这也刚打过啊，两针，一针是流感，一针是这个新冠的加强针，我现在呢也该回去了啊，那这期就做到这儿，大家拜拜。